来到警察局第二分局信义派出所，市长谢国梁感谢执勤员警在日前北宁路摊方事件中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并在抢通路段时间维持疏导交通任务，称赞员警很有责任感。北宁路这个三通这个事情让大家救灾的勤务相当的忙碌大家辛苦了。另外刚好今天也是警察节，所以我想特地过来慰问一下大家的辛劳。其实平常时候包括这个宁静街坊行人友善等的这些业务就花到大家很多的一些心力，所以有这个机会过来看看大家这个大家送杯饮料希望大家工作都顺心平安家庭都和乐美满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市长跟局长还有副局长，还有分局的各位长官，群策群力一起来把这个救灾的勤务，然后来让一些交整让它顺遂。那也很感谢就是市府的那个团队工程公务处，然后还有那个工种的一些长官也都繁忙，对，然后也都有考虑到所谓兄弟说就是中餐跟晚餐的问题，都有帮我这个部分表达感谢。谈到北宁路山崩，警察局长翁群仁说，除了第二分局警力之外，像是保大警力也投入协助，让现场交通疏导能够顺畅。在市政府公路总局合作之下，让北宁路能够提前通车。记者黄少明就报道。